带着全场2000名的银发族一起唱唱跳跳，70岁的黄希田跟67岁的碰碰在老年人运动会带动跳，活力满满。我也是很羡慕你啊！哪有22的？哎，胖胖，现场说学逗唱，笑翻全场，还拿起彼此的年龄开玩笑。我都三十七年，你三十几岁了？不然不然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，来从后面看，你看看起来好像17岁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哦，你看前面看了像是71岁，对不对？而两人的好默契从以前秀场就开始培养，尽管已经经过10几年，一起上节目依旧是功力不减。我们的家里啊都养很多鸡，你看看你身上这么多鸡毛，我头上也有鸡毛，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了。是是如样是啊，你看看呀，今天就是咱的音啦。不管是节目表现，还是这一次两人一起出席老年运动会，跟2000位的爷爷奶奶大跳舞蹈，创下新纪录，都一再展现人老心不老的青春活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。